Mira.小乖，又换你了吗？又换你了。咻！哎呦，要排队啊哈！好。咻！哎呀，易德德没有溜滑梯啊！哦，易德德要爬山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大冒险吗？哦，两层溜滑梯，嗯嗯。不可爬上去，不可爬上去，爬上去了跌倒，不可以上上去。哇，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嗯，呵，慢慢的哈、哦，要踩哪里呢？哇，很厉害！哟啊，睡着了！啊，吴兴义说怎么一边溜一边睡觉？好、啊，穿过这个秘密隧道，可以去到哪里呢？哦，小心，它是斜坡。